喜之宝小便用器是三合一个人护理用品，即买即用。小便用器加液体袋加斗篷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轻巧方便携带。经过长时间的研发和测试，终于面世，属于自主研发的国家专利产品。它是根据人体身形特点和结合产品功能而设计。喜之宝不受客观环境的限制，也可随不同的角度摆动，使用者更方便。我们设计产品的初衷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每个人的需求，也维护了人类最基本的尊严，不需再为尿急所带来的一切烦恼、焦虑不安、烦躁、狼狈、尴尬、破坏公共环境的弊端等。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，更容易使身体的肾上腺素上升，从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。我们会以创新的思路和精神，不断地研发新产品，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也会大胆地尝试和各方努力，去解决全世界都出现的难题，女士们入厕排队的问题。新产品也全面帮女士们升级，使女士们多了一个选择。站立式的设计让女士们更方便。产品采用的是食品级材料制作，产品适用于3岁以上人群使用，男童、男士、女童、女士、行动不便者。套装内含小便用器1个，800毫升，液体袋3个，吸水纸3片，小便用器袋1个，消毒纸巾3片，湿纸巾3片。女士套装另外含有硅胶配套1个，使用起来更舒适。我们使用的材料是通过 FDA 安全测试的全进口 PP 料和 ABS 料组合而成。接触皮肤的 PP 料部分不添加色素，容易清洁，不易匿藏细菌。使用方法如下：使用前清洁产品重要部位，然后打开上盖，把喜之宝液体型胶带套入产品的洞里，合闭上盖扣紧。上盖的突出部分必须完全嵌入骨位内，随后套准自己的排放位置即可安心使用。最后排放完毕，闭合袋子的第二条骨位后，把上盖打开，取下袋子，再把袋子第一条骨位闭合即可完成。袋子里的液体会在3分钟内转为固体，使投进垃圾箱时不会渗出。在公众地方使用小便用器之前，必须穿上全方位多功能斗篷，以遮隐私。多功能斗篷是用轻巧无纺布制作而成，无味、防水、防透光功能，雨衣功能、更衣功能，野餐垫、沙滩垫，席地而坐、躺，用后洁净待用。全世界都在讲文明，喜之宝从这里出发。我们的祖国中国，喜之宝能避免人们憋尿所带来的隐患，让国人的身体更健康，让国家更富强。它不受任何环境的限制，使用范围极广，没有公厕、户外工作，不能轻易离开岗位，都市老年人行动不便、交通堵塞，孕妇和小孩的尿频，在车上、沙滩、郊游、户外活动、出国均可使用。带上喜之宝，无忧无虑，无烦恼。